1公斤。哦呦呦呦呦！这1公斤3个。装到上来弄干多。嗯。哦呦呦呦呦！这个呢？这个多少钱？焖干，焖干埋。啊。来称一下，给我看看。好，1公斤。还不到。不到怎么办？四个算我1公斤吗？李先生，李先生，你叫你帮我奶奶挣阿拉奶奶钱，啥了钱？挣了钱。挣了钱。挣了钱，挣了钱，侬就巴不了。你帮我这个，胡子拿掉，胡子切掉可以吗？胡子可以啊，切掉。可以。1200好吗？1200可以吗？带埋，啊带，怎么上衣？啊？落日了。嗯，落日了。干嘛？猛子。问侬呀！来，快点来！快点来！扣了！扣！给我！给呀！好了，被这线落脱了。好，那给落了。不再切了。哎，你请进去，朋友来请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。啊。好了，没好了呀。啊。哪吒。再下腿出来。哪腿啊？哎呦！快点，阿弟，等一下。哎，别让他出去了，两个出不去了，他出不去了，这么大不行。弄的啥哈？弄的啥？绑子。我们现在来到一个像夜市一样的地方，巴东海滩边上的夜市，我们来看看这边有点什么好吃的。啊，老雪王嘛。哎呀！哦，你想的蛮好吃啊！好，看看有什么海鲜。哟，这里像赌。来看看这边的海鲜。啊，这是1公斤吗？1公斤吧。啊！不要什么，看看。对，看。皮皮虾吗？皮皮虾。皮皮虾。这是1公斤啊。对。1公斤有几个？10个。十个。还有皮皮虾，还有老虎虾。还有螃蟹，哇，这个皮皮虾很大，看，嗯，青蟹，青蟹，青蟹怎么卖？一个1公斤500，1公斤500泰铢，500，1公斤500泰铢，还不掉下去了。
一公斤，哦呦呦呦呦，这一公斤三个。放哪上来？门家走。嗯。哦呦呦呦，这个呢？这个多少钱？焖干，焖干埋，啊，来称一下，给我看看，好，一公斤，还不到，不到怎么办？四个算我一公斤吗？李先生，李先生，你叫你帮我哪哪挣阿拉哪哪钱？挣了钱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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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就扒不落。你帮我这个，胡子拿掉，胡子切掉可以吗？切掉，胡子可以啊，切掉可以。1200好吗？1200可以吗？带买，啊、okay. 哦、带，有没生意？这一帮我借借呢。啊，我给你删。可以。帮我切一切。吃上了，吃上了。哎呀，心心念念的这个小青龙，对吧？终于吃上了。四个小青龙1200株，哎，还可以啊，这个价格还可以啊，四个小青龙。两百五十块，两百四十块，好吃四只。哦，不对，两百嘛，对两百四十。哦、好痛好痛，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，疼死了啊，我疼疼疼疼，我要血腥血腥，我要血腥血腥，疼死了。1200株，然后四个小青龙，一公斤，哎，搿种地蛮赞，就门口头进来第一个。我要仔细，哎，打包仔细吧，一只包，两只包，三只包。阿公卡，啊、哦，走了。啊，不要，吃不掉。谢谢你。谢谢。啊，再见。你们早上几点？早上几点开门啊？早上7点。七点就开门啊？好的。还有没有7点大的龙虾？有没有？有。七点钟有。啊，好的，我吃完了，明天过来啊，给我便宜点啊，啊，呵呵啊，这个是什么鱼啊？这是石斑鱼啊。这个一条多少钱？这个我们一公斤了，一公斤550。一公斤550，这个一条有多少重啊？一公斤多了。好，一公斤多，大概。大概700株，差不多。啊，600-700。三株多少钱？1公斤250卖。太小了。太小的你卖了，然后买的。小的好吃的没有，这个没有。啊，这个好吃的。啊，那亏掉一几囊啊？要几个？软软的好。哦，80多嘞。啊。要几个？一公斤吗？一公斤几个？
一公斤有几个？一公斤差不多有2到13个。啊，可以。拿一个。可以。250株一公斤。啊，你碗买？啊，碗。碗妈妈。回酒店品尝小青龙，看看买了四只小青龙，哇塞，小青龙。好了，我们龙虾煮好了，我们要尝一尝这个龙虾了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哎呀！哎呀！哎呀！耶！对吧？哎呀！接下去，接下去。嗯，不甩到嘴里呀。给你了，姐。养着你。这样子，这个可是酱油，酱油。哇！一个人哦，这这这这这够热。姐姐，你过来看，一个人还有，还有一个人是吧？嗯。哎呀，不过我有你好吃，大概5只。香。啊。我把用言语来表达。呼噜泡呗，哎呀，接了。小青龙泡饭啊，小青龙泡饭。你管着吧，那吃一口当你管吧。小青龙泡饭。嗯。太赞了。吃了一口，当你爸爸。米莫落下来，米莫落下来，太赞了。龙虾泡饭吃好以后，剥山竹吃。啊。早上 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奶爸威廉，给大家看看这边的风景怎么样。大海那边也是，边上是一个泳池啊，不错吧。昨天晚上经历了这个经历了一个大搬运啊，大转运。昨天晚上经历了大转运。我们昨天是住在那边的下面，后来发现那个空调坏了，连夜我们转到了这边来，连夜转到这间房啊，这间房子大很多。大了很多，非常棒，这个性价比是很高的啊，100多人民币，可能现在因为是疫情吧。好了，我们等一会儿要去海鲜市场去买海鲜啦。牛逼！哎，搿车子加不安排车啊？嗯，像个只有普及油，它上面写的普及。哦。接吧。帅气。哎，搿是天然敞篷车。哎，应该是左舵哎。哎。看到吧？它是左舵的，看到吧？快点开车，耍舒适。真的。
空降吧。左舵。快手，我们要请龙。Hello 。